我会拜托一下大家，基本上网络上面的礼仪要去注意。我如果贴一些543的分享，你们可以不理我，没有关系。可是你当，你可以不用说收到，你起码贴一个让我知道所谓的公事送达，所谓的知悉这件事，可以吗？这不是基本，因为我们每个人散在，尤其是假日，即便是为什么要提早在假日通知大家贴这个？第一个不干扰大家，第二个是因为会对你们产生影响跟你们的行程安排，所以提早让你们知道，即便你今天没有办法到现场，有加重要会议，可以请你们的鼓掌，请你们的专员来参加，不是吗？你们应该要通知人家，让你们预为准备这件事嘛，不是吗？这是跟大家权力、跟大家行程、跟公事，不是那种分享我看到什么书的更为重要。你们理当那贴一个小图，就是让我知道你收悉了嘛，不是吗？公事送达不就也是这样吗？包括督导长官一样，这基本礼貌不是吗？再来，我的秘书虽然是自雇人力，他出去是代表我机关首长，他是衔面去丢的，我们所有都是正式公务人员，一级主管在上面，这会造成什么？我们自己有阶级，或是我们觉得怎么样，或许你们没有这种心态，可是不要让别人有这样的感受。我们所有包括组长，包括分署长，包括行政单位的主任，全部在上面要写收到，不要说谢谢，起码要让人家确认你知悉，人家就不用再打电话来通知我们，不是吗？这不是基本吗？平常我分享的，你们可以不用在上面给我按赞或是好棒棒，都不用，你当然你们就应该要待命啊，不是吗？刚才在等谁？虽然我一直 delay， 不是吗？10:59，你们就应该在外面待命了。对不起，9:59，不是吗？基本上就是从这些细节看大家的态度是什么，尤其是假日，我们根本不知道你们是不是知悉啦、啊。所以我一早就问了秘书，你有没有个别通知？没有人回他，起码在那个贴文下面，你们平常不是都会丢一个图吗？今天所有的一级主管都在这吗？各科室都在这吗？我点名的这几个今天要来开这个会议的，没有任何一个人基本的网络礼仪，不懂吗？这不就是一个公事送达、一个收悉的概念吗？或许你们觉得，哦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可是问题是，我们会知道，你们知道吗？你当知道，今天时间到，即便我 delay， 你们都应该在外面待命，不是吗？一个机关首长在提便当、提饮料、提广告。公司新闻提问，想问一下，虽然说是那个就业服务系统可能有系统性问题，但是因为这个标案是一个人负责，而且是多次推荐，有没有针对个人的霸凌行为？那另外是因为有报道是说那个分署长他有绿色背景，他的升迁你们调查是一切合法吗？这位分署长有没有说有所谓的绿色背景？调查报告里面有曾经去问过这个吗？是，好，这因为目前我们的调查报告其实也并没有听到这样子的陈述啦。好，那当然我们现在分署长过去因为是在许前部长时代升任他为分署长，我想任何的升迁一定都是合法合规的哦。可是呢，我们无法确保每一位主管他都100%都能够胜任，这就是一个要检讨的过程，好吗？谢谢。问题哦，这个所谓的是不是制度性哈，导致于他走上这一条路？我们在访谈过程，还有委员他在这个时候讨论，听了那么多同仁，还有看了那么多资料之后，他认为双重的因素了哈，就是这一个亲身的同仁呢，他长期被交办很多，就刚刚我们部长讲的各种机关内的资讯工作，全部
都由他一个人，因为只有他一个正式人员，其他承揽人员在政府的规定里面，承揽人员是不能写公文的。也因为这样，他也其实他这个亲生的同仁，他也非常的守法啦，很多承揽的同仁主动要帮忙他，说啊，这个哈，他们几个年轻人嘛，其实固定大概两三个月、三四个月会去聚餐的哈，其实同仁的关系也融洽。他说我帮你啊，他主动拒绝说啊，这个我自己弄哈，不要麻烦人家。所以他的个性就是这样子，好。然后在这个所谓的智能标案，坦白说，在分署内部哈，不管是分署长，或者是直接督导的副分署长，或是他的资讯主任。大家其实没有什么清楚的概念，要怎么做啊？就因为他是学电脑的嘛，而就是他，然后他就是第一个，他的所谓的 AI 智能对他来讲可能也不是很清楚，或者是说他在这个写标案的过程里面呢，他自己也觉得好像这个对机关访谈记录上面，他觉得对这个机关来讲也没有什么帮助。他个人啊，在访谈同仁的这个回复里面，跟他说啊，在写这个哦，分数上我做这个其实也没有什么帮助。他自己也有这样讲过这样的话，所以就是他被要求，但是他又没有办法这个很快的完成，或者说是在他署长要求的时间之内完成，所以他就是非常强的一个挫折感。所以我们讲说，网络上说。分署长对他这个咆哮、飙骂啊、侮辱啊，这个在访谈记录里面他是没有，因为他也没有直接面对他，他中间还有经过两个小主管嘛，因为他的资讯组长哈、哦、跟他的副组长，副分署长是直接负责这个业务的嘛，所以顶多他是会骂他的，就是我们这个北分署长他。习惯性的为何骂同仁，这个在所有的访谈记录里面都可以看出这一点，很多同仁也很怕他、哦、那也有访谈的同仁说，哎，科长回来之后好像情绪不好，那我们就不好，也跟着不好，所以这个情绪在北分署里面是有蔓延、啊、这个是很糟糕的机关文化了、哦、那所以我们这个往生的同仁就是在多的这些综合因素之下、哦、没有办法舒压他自己的困境、哦、就是我在这里本来不应该说哈，这个访谈记录，我想有一个访谈，我这个同仁有跟我们访谈小组做这样子的一个证词啊，哈，就是说他看这个亲生的同仁心情不太好啊，又被推荐啊，你怎么样？我要帮你忙啊，或者说这个啊，不用不用啊，我自己会做。然后他就说，那你做不出来怎么办？我们这个访谈同仁就听到他说。那我做不出来，我就自我了断。所以我们后来这个访谈中呢，也非常的内疚，他没有听到这个话中之话的意思啦，所以后来他也觉得他没有接到他也很难过。所以这个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啦，我想这个另一个部分，因为我自己在学校也是学这个社会工作，也有处理过这个自杀防治的工作，我们全台湾一年大概有将近3000多人，不管是在职场不管是任何的家庭什么，有3000多人这个用这种方式来结束，已经变成我们台湾前10大或者11大的死亡原因了。这是整个社会我们要来很严肃的面对这样子情绪有这个困难，或者是碰到压力没办法疏解哈，或者是这个有挫折没办法转移，这些人的困境，我们必须要正视它哈。那我们北分署发生的这个意外，发生的这样子的遗憾的事情，也让我们进一步哈，要来这个哈，积极的来建构这个所谓的自杀防治系统哈。我们没有办法接到它，接住它是我们很大的遗憾。好的，谢谢。您是。高林，东森新闻、哦，不好意思，我想请教一下，因为这次调查报告虽然说是职场霸凌不是直接的关系，那部长这边会不会建议说，这个分署长能不能出面，可能亲自的道歉，这部分会不会有这样的建议？谢谢。当然。我也考虑，各位也从调查报告里面有看到分署长的
他也是需要被心理諮商，以及被可能甚至还需要就医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的身心状态哦。所以我也对这个部分，我也是我想必须体谅他的身心状态。那么在适合的时候，我想我会来安排这个事情，好吗？谢谢。姐妹们总烦恼脸上细纹、干燥与暗沉，现在起跟我一起放心交给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。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，它添加五种 EGF， 专门防止肌肤老化，强化皮肤修复，增加肌肤弹性水嫩，轻松抚平皱纹，换回青春自信。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，护肤露、全效精华、精华霜，即刻启动冻龄密码。